男子越组1500米决赛第一次挑战，男子越组1500米决赛第一次挑战。女子越组400米，第一名邓婉仪，拥有成绩1分04秒81；第二名周根月，顺义中学，成绩1分05秒07；第三名黄日晴，赵若修，成绩1分08秒14；第四名廖永红，拥有第五名杨丽林，张轩昌。第六名 Oscar Antonio Lewis 龙德，第七名大勇天水围陈道，第八名廖佩琪汤国华。成绩公布，女子丙组400米，第一名苏嘉欣天水围陈道，时间1分05秒38，破大会纪录。第二名文慧龙俊，时间系1分06秒4。第三名黄凯欣张渊昌，时间是1分06秒01。第四名陈晓欣拥有，第五名欧欣慈青年会，第六名李彩妍元朗双中，第七名周永彤汤国华。请求三名的同学带着你的运动员的数据用球用水上台。男子越组1500米决赛最后挑战。